马那邦山又称马拉邦山，海拔1406公尺，位于台湾苗栗县泰安乡与大湖乡交界处，为台湾小百岳，也是当地原住民泰雅族的圣山。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座充满历史文化的山境吧。湖登山口，1小时29分，开始，出发。爬一次玉山这个迪卡侬登山杖就要报销了，我记得这根要700，还行，还撑得住，还 hold 得住。继玉山2个月，真的是刚好满2个月。我们是5月3号、4号去爬的，然后今天是7月5号。我那时候说2个月不要叫我爬山，我真的实现我的我讲的话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太累了。我想说，可是我们其实中间都有安排要去爬五寮尖什么，可是刚好这2个月天气都不太好，就是原本今天我们要去五寮尖，可是。我们很怕那种地形，如果下雨真的会很难走。为了安全考量，我们选了苗栗的一座礁山小百岳，它也是小百岳，叫马拉邦山。泰安乡还有这个大湖乡这边，行程总路程是大概6.5公里。对，那来回应该大概抓3个多小时。应该蛮轻松的步道，这算是我们百岳的训练场。就透露一下，我们下个月8月底，我们应该会要抽雪山第二高峰。哈哈哈哈，不知道我们行不行，我们就是要来训练一下体能，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那我们就直接冲上去了，大概不到2个小时我们就封顶。Go！ 刚刚直接踩到一个烂泥巴里面，走，让我们洗一下脚。Protex 防水测试，帮这双鞋代言哦。你这个是哪一个牌子的？这个是所罗门的 Ultra。Ultra。是这个越野登山鞋，是穿 Merrill 的。Merrill 来爬，怎么会倒了一个树枝，把它斩断。Oh my god! Oh my god!一个非常清幽的一个竹林小道，对，这个马拉邦山在苗栗县，刚好是一个很明显气候的分界线，就北部跟南部切分，他们称南部太阳，北部雨。这个山呢，最热门的时间是在11月到1月份的冬天的时间，它这个是赏枫步道，上面会有很多枫树。好了，这山我已经介绍完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没了。我们今天是来骑车兜风的，我们要轻松把它 get 完。今天是来练腿力的，看，耶！这边
天是去马拉邦山顶，那边是上湖登山口，继续行进。古战场纪念碑还有 0.25， 现在到这里，等一下了，山顶在这边，登山口我们其实这样好像才刚走一半而已。大哥好，这边真的比较少人来爬哦。这样好啊，这样很好哈、哦。对啊，不然假日来很满的。哦，假日应该很多人。我们新竹市骑车过来的。我们下个月预计要去爬雪山。对，所以这个当作训练训练。大哥有去过雪山吗？好久了，很久了。认真大哥，我还没看到你几根白发。开车啦，去雪山要开车啦。对，雪山一定要开车。我不能骑车，太累了啦。石门，这个是劈开被劈开的大巨石，剩0.18，180公尺。要，又在咻了。马拉邦山山顶，感觉左边展望很好哎、欸。我们到了。哇塞，哇塞，太扯了！1406，马那邦山啊，也马那邦哦，马拉邦、啊，马拉邦啊！哎、欸，我标错了，前面那条是大安溪，可以看到，听说可以看到雪山呢，雪霸国家公园。哇哇哇！OK， 现在是12:47，我妈要下山了，拍完空拍很满足。阿胜，我们1个小时就下山。我们要赶2点的那个场，因为它下面有封路，然后每1个小时才会开放10分，2点前一定要下山。OK， Go Go。007啊，聊着聊着就下山了。呵呵呵呵呵呵。1:50。下山了，珠湖登山口这边有停车场，一次收费100，摩托车50块，希望就是下个月雪山可以顺利爬。干，这太轻松是不是？很爽，是 easy peasy，、啊、easy peasy 哦。我是艾克，我是阿胜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，拜拜。